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在刚刚的舞台，我们进行了璀璨并且隆重的本次大会的颁奖环节。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之中，有很多人非常的感念，有很多人在舞台上感受到了我们机构和组织的力量，也希望大家不断努力前行，不断砥砺奋进。再次恭喜所有获奖者，感谢大家为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绿色视野做出的突出贡献，全场再次掌声送给他们。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。 朋友们，这场盛大的颁奖典礼不仅是对获奖者的肯定，也是对整个 FOWC 国际公务的鼓舞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希望他们继续努力，为推动绿色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。Thank you for thei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great ca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orld Urine Climate Association. There's a project for that again. 朋友们，在今天下午的大会现场，除了刚刚所进行的精彩纷呈、令人鼓舞的颁奖环节以外，稍后的时间，各位议长们将会悉数来到舞台上跟大家见面，并且发表他们的此刻感言和致辞。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邀请大家共同的见证。那么接下来同样给大家15分钟的茶歇时间，大家共叙友谊，希望各位15分钟之后继续回到现场来共同见证下午会议部分的下半部分。谢谢。We have short breaks for the